谢谢。
我今天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对不对？啊，在垦丁哇，在哪里，那不是很爽吗？干嘛要把自己憋住？哎，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就喝酒。我那年轻的时候，毕竟我不懂事嘛，都想说，哎，就是用现代点的话来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对啊，我就认为说那些被约束的宗教的，那些所谓的约束的干什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恐怕走这里的人，我是不去喜欢，应该走。是。对啊，但是后来经过一连串社会磨练以后，不行，这么懂。原来走那里的人才是正常的人，原来走波兰的人才是正常的人。为什么这么讲？社会上的人现在形形色色，台湾的离婚率有68%到70%，很恐怖。70%，10个结婚的人有7个离婚的，有超过。然后或许自己是问题小孩，是在问题家庭长大，我是父母离异，爸爸逃离，所以导致候选人学坏了。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候选人也一直都是对玩世不恭的，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今天对我来讲，安尼说说，所以呢。我自己也尝到了很多的苦头，身边周遭的朋友，我看到很多离婚的、离异的，倒霉是谁？小孩，或许自己本身就是受害者。那后来，因为我的不是我的心大，所以我自己又害了我自己小孩子。本来我看到我的朋友也是这样子，但是呢，从起来是2015年，或许开始回来台湾，开始迷迷糊糊的走进了佛堂。走进了佛堂以后，我开始去了解，然后我用眼睛去看。那你认真的去看，在佛堂的点上是这样，讲是这样，那些很认真来走佛堂的，谁的家庭话？像眼睛照顾一样，我们带不住啊，带不住啊，让家庭做好，做管管，做医疗，做学习。等到社会上，遐个无你心大，遐天意，就是咱是我，以前过去我，你看嘛，就是安尼，像好像安一个话过一个，一个话过一个，遐以前这名字才叫做人生，但其实倒霉还是小孩子，到最后来吃苦的还是我自己，对啊，所以呢，你说佛堂好不好？或许认为很好，或许认为。我后来开始很认真去度人。啊，像我以前还是路边摊的时候，路边摊的前面啊有槟榔摊，槟榔摊每到傍晚就有很多人在那里喝酒，下班喝了就上车。那后头也很积极的去成全这些人，把他们度化了，像做干面啊，做啥都有，还是瓜啊，无所事事都有。那里面有一个就比较听我的话，他求道法会，然后有3个进修班。哎，伊是英国吧，英语派件，他也很认真工作，一直要拍表，那个拍表，工程师拍表，他也坚持做这个事情。做到时候，刚去到时候，但是一下班来是比如他改变点，改变点。我讲话题啊，如果你若爱听，啊我大概白白拢十几个人啊，我甲你讲，或许从5、4年级就开始喝酒了，这个酒，哦，白白拢十几个人，酒无戒啊，你只是三天吼，你甲戒掉无过，我来讲，你家己戒了，啊，等你自己，安尼较省。你大家平平安安在哩，啊，你甲旁边遐尔侪人，你望巴，喏，你望巴，你就讲自己就怕得啦，啊，那你喝酒嘞？卡拉 OK 的嘞，你说4、5千块、5千块的，啊有啦，你讲伊无啥钱啊，无啥，啊你就帮伊出啦，啊过两天才了冤家啦，哎呀，花钱又受罪又受气，何必呢？啊，当时有帮什么人出钱，要甲偷两千块，偷两年，
两千块左右尔。何必呢？我甲讲，迄个伊听我，伊就怎下班了就家己买两罐米油的。我讲安尼，你啉较袂落啦，啊较省啊，因为你无汗嘛，你没有汗可以吹牛嘛，那你就来把你留在这儿，你去一会儿无聊就睡觉了。啊，他就这样子。那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阿姐来找我，带着水果，因为我是水疗老板。我讲，我好事啊，这阵子拢会过，这水果要好啊，啊，搭上。我就伊个讲，啊，我拢无事，但是你呐，那较罕少看，我提水果来话下。伊讲，好啦，我就去身边人身边忙活咯。哦，你阿是忙活啊，身边身边人。然后他才告诉我，或许下面这一段故事，容易难懂。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女朋友怀孕生小孩，结果难产，小孩子生下来，那这个女朋友走，当时女朋友要结婚，他就沉沦下去了，到现在四十几岁，连存款了，连存款。然后他天天呢，从这个女孩子死了以后。一路打高龙马来拎马来拎，沉沦了好几年，后来去工作，因为毕竟要养小孩，他就去工作啊，然后去办什么，他就是一下班就是喝，他就是饮半水，饮半不沾染，挨下来他才会回家，他每天就过着这种生活，从来没有一天是清醒的情况之下回到家，啊，他俩在打赌，因为那时候。杨老板，我准备了解讲，你到底是外婚啊，还是什么嘛？我怎么样？准备吃什么？伊讲，因为阮在台北外地啊，讲为什么变外地啊？伊讲，因为啊，我感觉伊这句总是阿弟的说辞，我是不太了解。他回到家以后，就把啤酒买了回家自己去喝，他才发现原来家里乱七八糟的，然后开始着手。打扫家，直到衣服没有洗，要洗衣服、晒衣服、弄什么，然后他才发现原来妈妈暗的几万块在导出，实际可能几万块只要荷包蛋，还是做人的囝啦，所以他隔天开始，他便每天都买着两个便当回到家里来陪妈妈吃晚饭。是安尼啊，所以啊，我互伊囝食啥物，互伊囝变大囝。对啊，郭姐姐，那这样子妥当不好？好，真的很好。或许自己也是浪子回头，我感觉想做回头，我嘛想做回头。然后这几年也住了大票，基本上是每年都是三位数嘛。对啊。三个是买一百多，买一百四，对啊。然后你如果说有一些人他愿意来听我们的话，来参与来走，或者相信只要他有在走的话，他只要学到点的东西，感恩跟祈福就好。因为偶然刚偶然秀，我相信他的婚姻、他的家庭都会有救的。那如果配偶当中有一个人，伊阿感恩媳妇女方先生，啊，管家可能是真有啊，我咪甲你吵，咪甲你冤，那安尼，这个安怎离婚哦？就袂离婚啊！即摆人现在离婚率那么高，你要冤来啊？谁怕谁啊？像个像，要离婚来啊？像个像，是现在的。那如果这里面其中一个人，只要他学会了感恩惜福，他愿意看你去保，去对你去保，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这个婚姻就会有救，那这个家庭就会有救，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小孩，我们社会就有救了。所以呢，你说刚刚做几天你懂了？我们不要很认真去度人，要不要很认真去成仙的？因为刚刚在请嘉宾，因为请嘉宾看到东西有某种缘分的，某种缘分的，那来给大家请嘉宾，用刀啊，出来那等，
让他了解人生就是这样子。他呢，或许相信他的家庭会越来越圆满。那如果夫妻当中你不吵架，他不会往别人不会吵架，你说这个家庭会不会发达，会不会赚钱？会哦。那不会往别不会闯这个家和万事兴嘛？现在这个家庭里面只有和气，没有义气，对不对？所以这个家庭自然就什么都会顺的。他家庭这么一顺下去，很自然而然。就会卡，咱不敢讲赚出侪钱，就会卡着钱啊，卡着钱啊，为啥物？你看老婆黄金卖多少？爱好命，好的死，嘿，这个好的死，非常好死，嘿，麻烦嘞，过来这个是爱好，爱死了好命，对不对？是不是？对啊。那如果你今天大家都不吵架，自己爱好命，咱有六年、七年都用，自己有爱好命，八九年都用的啊，对啊。你是不是有几个人？啊，如果那个台湾的老婆啊，一个月啊，换一支手机啊，足舒适的，很正常。那个台湾的老婆，一个月换一支手机足舒适，啊，要是以前好像，你甲我的台湾的哦，或许是把整个家庭都打碎，放手不管，开始讲，开始笑，过来跟韭菜啊，吼，来开始过来买，或许是安尼啦，我听我有安尼，或许农民搞起哦，个大陆有是民搞起农民咧，六十几趴个啦。我手嘛，啊我手拢捏袂收个，我一边手拢一过买拢袂收，我把手拿了开始甲啃，那甲提就甲掉落。对啊，或许是那种自杀式的，啊像这种，你说十二多或者七十很多。对啊，那如果说，那你当下家人多话心存爱护的啊，然后我别忘记别离婚啊，家庭的顺序啊，所以呢，那一点他都看认真，你懂吗？因为我自己也是从问题家庭走出来的问题家，所以我看了很多，怎么样啊？那自己听懂了，他懂了出来就好多，老师跟我们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高差以前古时候要盖房子很不容易，有后山土墙要砌这个七层楼高的那个塔的功能那么大，就看得到。那我们今天带人来佛堂，渡人来佛堂，救他的灵性哦，是救他的命哦。那这个功德比干一个七级浮屠的功德还来得更大。啊，你若已经听懂了，你功德足够啊，你功德足够啊。你要讲这时候不需要这么讲，我给你让你听。哎呀，你功德实在很大，那功德很大，你这辈子就会损失啊，损了一堆看子。有功德福报的人，你说他会饿死吗？也不是，没啊。有你看那个单传书，那个单传书用舍身办道的哦，可能是要一条舍身办道的愿哦，对哦。所以你看单传书办完好细一点，装成单传书弄骨头哦，是啊。那个正统的装身堂装修，四十几岁就把公子一不对工作上班，哎，阿伟人当点单师啊，都把公子辞掉了，啊，就转去开始办到安尼啊！你到这边还不死？没有啊！而且你看政府那么大，那他的小孩子也都那么成就的那么好，对啊。或者是连点完是两个医生，两个儿子都是医生，一个大四的今年毕业，然后一个在台北当医生，他每个月给他妈妈10万。那我的点完是他从年轻到现在都不成好房，都不成好回来，他不够细啊，你要饿死，而且越来越厚啊。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赚钱，你要搞对方向，甚至还是搞对方向，你要先具备功德福报，花若盛开嘛，蝴蝶自来。
有功德福报的人，他不会饿死，而且钱会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像后续，我现在大家操盘来讲讲，因为后续每年都度了很多人，成全很多人。是啊，我也是来回2015年回来台湾，然后那个时候是我最落魄、最困苦的时候。我身上最困难的时候，剩下1000块，台币1000块，还有2个小孩子。而且用1000块台币跟2个小孩子活到今天，但是我从2015年开始走佛堂开始，后来有70-80%的时间哦，一天后70-80%的时间，我是办不得的代志，做不得的代志，不管我在度人，我在给还是在道歉，后续的程度是到什么程度？等下是等你来，啊，从头今年我跟你医生在一起办的地方，那时候我还在做我平安。我当年去红龙会遐办对啦，临时要办到嘛，一直无输机，我今今日到嘛，我一条路办。你唔答应哦，我今日我一条路办，就这样子。等下我电话，你几时嘛话？你讲啊，你时间嘛，你就搞啊，你不用等时间咯。我今日是拢我就叫啊。哎，你讲你时间啊，早早一点，我早一点，我你马上来催我，我催你来，你看你早一点，晚一点，就这样子。我们在18日来看的，我就把那次给拉出关关了，我就走了，我就往回来跑。后来是这样子，我开始走回来，我到今天，你现在如果去我的店里面是人山人海，我等今晚是人山人海，我选择这一传，那并不是这一堂课而已。我所有的课都是这样子，我不管怎么样，前几天我们是在大溪，我们在大溪里开法会，我从这边看好啊，背掉哦，他说今天好，他再踩，我踩的，然后你的，我后来我再来踩，我转南街哦，我后面再踩，我就走了，特别点，我然后再点我就走了，我就直接再踩，我就再踩没有用踩，再踩一次就脏了。恰到而且那天也试下了，那你今天晚上不再猜的话，明天早会大家是什么？所以有这种任务使命的时候，各位讲师先生，你要不要接？要接。像偶尔的时候啊，时间表很多，马仔的流程然后再很重大的事，法会我整个那些，对，是啊，所以有70-80%的时间在跑我们做佛堂的事情，所以呢，或者店一开下去就是人山人海，这都是人山人海，对啊，或者讲到前面，往人家把它倒带，人你想要赚钱，你必须要功德福报。有功德福报，钱自然会来。你不用怀疑，你连想都不用想。我回来台湾的前面那8个月，我在帮那个张松他们书店在上班，那时候是去上班。那个什么，自工研习，读经自工研习，你现在跑要2月份要上一课，6月份要上一课，要上20课才自工课。我第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佛堂后续自己本身都还是打的问号，我还是处在被夹的时候。但是呢，必须要上课是礼拜六，那我想觉得那时候好闭关很时间嘛。但是如果你2月不上，你6月上，你还是没有去公证嘛，你必须要等到明年的2月才有。哦，好吧，那就这样上。那一上呢，我请假1000没有，前期3000没有。上一次课我还要花4000块没买，那时候我才刚做佛堂，还是个很新的小 baby。对啊，我想把后把大人来都这样子，我就去修。结果隔月人家想去东边啊，人家想是钱给扣掉啊，我就给扣掉啊，40块就无。但是我头家竟然包出来红包给我，包了1000块。我就说为什么让你不看啊，他说因为啊你工作表现不错，所以我把我
一百六千万，工作表现不错。好像大家每天要出门，我头家第一句话是啊，阿叔拜托，今日咱搁个哪地方去啊？好像刚走火场，刚走火场，然后去上送塑料，那个实在是塑料店哦，是菜市啊，你别给塑料的旁边，基本上都是道场的讲师啊，是实际那种很资深的。也袂塑料，拢是迄种十菜是三四十年啊。但是有可能因为是菜市啊，还是夫妻的生意，所以做夫妻的生意啦，无代表讲伊食菜的性格就足好，迄大家嘛是匹配的。啊，而且上火去到遐啦，迟到啊，伊甲你匹配的。或许我是无通匹配过来的，伊甲我匹配着，我就来三四斤叉叉叉，我就来做，我卖做配着个叉叉叉叉叉。我今日无要落去啊！来，我手机也同我拍台湾头去，我马上袂瘾食头路啊！来，你甲讲，我都无要让你落来，是变安怎？先看大啦。然后你们看到家的头家妈是态度在转化哦。哦，杨兄拍死啦！我拄只吼，刚刚吼，哦，唔知安怎，我做梦了，我都拍死啦！啊，你回家去啦！我就搁个叉叉叉，大家都拍我看，都拍我看，你就一家人拍死。不要这种吃素的人。十三十年、四十年，收得到无？好些开店，开到这阵，我即摆新店外口个，这五个月来，我袂数学啊，来遐拢一数个，我迄五十年做歹个，必备个，系啊，是啊，那时因为开店哦，咱即摆袂当两派，我着存炸去，你知无？安尼，他店里人开始对啊，是啊，所以有时候休息吃素。并不见得都给他温驯啊，所以基本老师一直告诉我们哦，要改毛病，要去这边的事情，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然后好好的去把它做出来。还有后面前面讲的所有的事情，只为了印证一句话：人亏天补啊，人亏天补，你有你做生活的代志，生活主人就给你打杂。你唔免惊，讲你今仔日来学堂上课请假是安怎呢？学堂的代志，而导致了你的生意没有做成，或者是你的前景没有了，怎么了？我告诉你，你不要去想它，老天爷会还给你，老师会还给你，或许你只生气的这一点。所以佛堂有事，我道路优先，八路优先，我一路以来是这样。结果嘞，我一直甲伊，我话讲个这个，我会甲比啥物人，包括后学年亏在先，我花个蓝色一台，170万，后学都没有钱的情况之下，老师过去改改脸，看着起来钱啊。然后后学讲到车，我就顺路把它讲完了。我2015年开始回来，就开始都会再到处什么。啊，阮的徐讲师带了一个幼稚台高三迄个高人做的，随便到处开。啊，但是呢，从我家骑好多摆，骑去到徐讲师大概1点钟，要1个小时。那我请各位讲师前程报告：早上7点钟港龙会集合，后续几点钟要出门？5点钟，4点半要起床，5点要出门。5点骑好多摆台机啊，用到6点，车甲开倒来，7点，要到7点钟，两位自己叫再来，叫到再来去大楼啊，你看啊，对不？来，重点来了，像这种天气，如果是昨天的凌晨4点半、5点要骑好多摆骑一点钟去用到，你甲想的是什么体验啊？昨天就很冷了嘛。昨天的凌晨5点，或者是等一下的凌晨5点，你要听我都讲阿婆，听是将军，你讲看是什么体验？啊，很奥妙，也是这样子哦。上天就直接问后水，你好行无？后水的话讲为什么都不行？为什么不行？就这样子。就同样的句话问了，就问了5年。然后呢，如果以前还没有什么9点15分，以前经常搞到10点啊。有去啦，阿达尼阿较好，办完啊是啥东西？新增你新增阿办办，可以早一点就开业了。
知影要按新增开销，开到今夜十二点，我徛多半个人，开到一点。或许经常跑到什么是搞到十二点一点的，很正常啊。我就这样子跑，怡然自得的，我还从来都没有什么想法。一直到2020，就 COVID-19 那一年的十月，有一那天很冷，还有下雨，我回到家是一点多，我某讲讲，咱伊袂是来车，我下暗变暝，不是在困啊，有车位在讲啊，有车位在坐，然后就洗澡睡觉，就这样过了两天，我隔壁一人在搬厝，我隔壁在搬厝，我讲讲讲讲讲，是伊就是。你就是买厝买去考虑下就对啊，懂甲袂？你的社会咧，伊讲你爱哪里啊？新增啊，迄种拢是路边机，迄种你停落去伊个种，哦，你看，两天后我竟然有车位，我额外给你开一台灯咧，我就有车位了哦。来，问题来了，大家人家是电停啊，隔壁二楼的，哎，超你咁想，你又无车啊？我给阿你两台什么啦？伊到两台车、三台车，伊搞一安全咯。我有啦有啦，我车过两台来，过两台来，就这样子。我今天我问我老婆，钱轻轻的啦，5万块，我两个创业都就5万块，对吗？啊，其实对后水来讲哦，那种早期的车，什么叫早期？超大，去买一台二手车，50万，那就跟银行贷60万。还不用拿钱出去，还可以拿10万块回来，还能找钱一下。对后生来讲，很简单。好的是，因为开始走佛堂嘛，也比较收敛啊。哎，那个菩提不干，那个波斯阿根，那个泰国的总经理，后生又有时候，他就一催，我改头换脑，我再给钱下来，再多钱，我就是这个话。爱打工好。但是我讲哦，我来充钱，我无钱，我来充钱。一个月两百，我若赚无着钱，你店面叫我话，你莫干干，气质慢慢养成，那个气质你都培养的吼。哎，大家认识的，然后说这就好办事，不过的哎。哦，等我来想，我给他先讲出去。结果好像是同那一天还是隔一天，我给你呀，是同别人来，然后而且他就叫我的那个家人绰号啊，摸摸啊。我喺身边人，我讲喺你身边人，身边人，我同学一个哥啊，我在台中开酒店，我有二十间嘅酒店，我一个做老板咯，啊，伊叫提议，我曾经帮过他，我曾经帮过他，啊，我酒店我到尾啊，我在1997年的时候，我在台中出事情，我就跑回去大陆，有做几人欠我做几钱，我拢袂记啊，这是一笔酒店嘅事啊。伊讲欠我100万咩？我哪好有咁嘅代志？伊讲我知道是安怎来？哦，对。然后我还是问到，另外台东你干啥？我就讲，你买个大山来，还讲我爸爸的大山，或者是很江湖口味的，你大山来，买个大山，就这样子。过两天给你300万再买回去，还是一笔一条外币一个下。我跟你讲，已经袂记啦。阿伯阿妈，迄个车伊弄到140万，我只拿了5万块出去。我是阿个总经理，听着我谈下有滴再多钱安怎，也蛮感动的。起来公司申请，车佫甲我上5万，然后佫甲我办60万、60几的零利率贷款，好吧？因为要贴息，所以就他整个总头头跟贴息。贴息贴了1万多，然后又给予我完成，我就是差小块三千万就对啊，我贴5万块出去，我是在80万的车，神不神奇？但是哦，那是从我2015年开始走佛堂，一路走到2020年，整整5年的时间段，这5年后学基本上随传随到。我跑到什么时候？我在台湾事业，在到处念，我是随传随到，或许随传随到，不管三更半夜，不管多么早，或许就是出门，或许出门。还有的时候连假开着车从台北，要塞车塞12个小时下去台北，再去高雄，再到处回来，求到开导会，
然后把它载回去，这个狮子同学也在干，也在做，就这样子。结果呢，或者想想是什么，人亏天不亏。我到尾我一寡我实在人，我嘛甲伊讲，你求求欠欠欠无伊啊，讲你换车，结果你即阵啊，伊还搁来破口来。我从来唔捌咧想啥物声音下车，你甲看我一台八十万公司来，我咧开啊，我咧走去，我叫伊来行动，伊就讲啥物，你要上班，你也无诶，无上班就没有钱进来，无啥好啊，你再换车无，伊话无再换车，我。已经走路，我就在换车。是啊，过三年啊，过五年啊，我一万都换换，特别是换台包老师的，其实好像现在在买也买得起。对啊，人亏天不，走佛堂，认真走啊，你要想什么，你就会赚钱。就是或者轻症，有轻症，你是这么一步一脚印走出来。那后者当然，我不是来鼓励你们大家赚钱，但是财法比喻释迦牟尼佛讲的财还是摆在最前面。只是很多人已经颠倒啊，我们一分钱我就也无钱钱，我一分钱袂持续一定要啥，袂安尼啦，袂安尼啦。好，下面开演咧。或者是让后面还是另外两强势强这一点，道正理正天命正吗？死而复正，亲身见证。那后者是杨世全。那如果晚上讲的，如果你们听的不过瘾，或者是有什么疑问，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打候选名字杨世全 ，YouTube 上面就有很多候选人去写讲分析的影片，而且基本上每一堂课上都不太一样。是因为后学也不会想这个，后学是回到佛堂来跟老师讲，后学今天回来系统学习嘛，接着，那求老师慈悲，家庭现在是为了，因为后学也不大了解这里的情况，就是像是说每一堂讲课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不一样，那后学基本上是广，你们会认识后学是从广东上面来比较多。那为什么会变成网红呢？这是因为这一山，这是当时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它在重庆医中区的临江。然后时间是在2010年的1月22号的1点钟，那时候后续被杀死，后续被杀死。那时候我住院的时候是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意识，然后断了两条动脉、一条静脉，然后身上一滴血都没有，连血都没有，断两条动脉、一条静脉。医生告诉后雪，一个人身上的血就是4000多cc 的。如果你断一条动脉，你可以喷40秒。一条动脉可以让你喷40秒，你得拜拜，你得回去见老母。对，那后雪我把它体验了一下，然后也真的就是这样子拜拜，然后就啪一下，结果就出去，我就在外面看。当时的该打后雪，他整个都看得到，他长得还怕，然后整个空间后雪看得到，后雪是因为这一张嘛，所以才变得网红。这个后雪那时候照片，因为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我也不曾走道场，道场以前是我最排斥的地方，道场啊、佛堂啊、什么金色的瓷器啊，其实我一下我就排斥了。或许什么是台湾这个地方不是人去的地方，是的，原来这个地方的是仙佛，不是仙佛才来的地方。好，来讲前面啊，这是南极老仙翁，他慈悲告诉我们：实际世间天下路，唯有修道不入门。那后雪很喜欢这句话，所以我都把它放在前面。为什么很喜欢呢？我这一辈子，我就碰到了跟我结拜的兄弟一坨拉骨，我当牛马，当兄弟也好，到马上面做这个。我到尾做生意开工，我在绍兴开工厂6年，同一时间我在中国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我当年有租一个摊位，我在那里卖货外贸。
所以呢，台湾的这些要去义乌买东西的人，都是找我学，因为我算是个义乌的人，他都去找我学，然后再帮他们买东西，带他们买东西，吃饭喝酒就这样子。所以很多大公司的老板都能认识，而且都有深交，一想五六年的交情。那我工厂要倒闭要关的时候要回来台湾，2015年，这样老板把进口回来。啊，从哪里来那个台湾来修出来？你要困难，我一定派来个大工，我就来你打扫，啊，一定来你清理的，安尼啦，啊。结果啊，这搞旧装，两肋插刀哦，他们插了很多，都插好几把刀，不止两把。这些人，在我回来台湾以后，我去处理的时候。大家要照顾一点，是啊，那个药我那一上车，我来赶紧，那一上车哦，他上车就赶紧报嘛，就来查查查，江湖人嘛，见面就，那个问到什么问题先查查查，查一样，查查查的，我哪有差别啊？你听我，我哪有差别？最近在来烦啊，大家在烦啊，我来搞，你要买个锁我给啊。我想我买后边的，要就是根本啊，我等那个对啊，对，因为很多人都是老狐狸的老乡，他不知道或许买的用意是要借钱，所以呢，或许你上次我用钱，我反正直接跟你讲，哎，起码你是我摸得到，我借你摸来，我他借钱啊，你来听我，你听我，对啊，都是老亲戚嘛。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是这样子。那后续我最困难、最辛苦的是最低潮的时候，反而是我最排斥，曾经我最排斥、最讨厌的这个一贯道里面的点妆师的假师，来陪伴后续度过我人生最低潮，来鼓励我、来成全我，是来帮忙我的。反正是这是我最讨厌的人、啊、所以或许对这句话那个很有感，很有感。今天我写我兄弟伯乐，我看伯乐这阵啊，我看伯乐看嘛看嘛，就是不用太认真，是好。再来，现在是白羊期，铁皮牛是普渡山水，观道已经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去了。那这当中为什么？当然很多前辈的付出，我们不可以去否定它，这是事实。牺牲奉献什么这个牺牲奉献，这我们需要感恩。那道为什么这么好传？里面有很多的显化，那显化它有时候是整，那有时候是秀，秀也是个显化。像那个《伏魔真经》，观世音地君《伏魔真经》，我最近都在念，对不对？是啊。如果济公老师当那一天他没有在正统书院集结，法海传人前一年谭主观的姓名，说谁知道？谭主观的姓名里面藏了一部真经啊，没有人知道。所以仙佛的做事情是很奥妙的，我们不去想，我以我们的智障是想不到的，所以根本就不想。对。然后还有很多是显化。那显化呢？像不修行菩萨、一大功，一抖音点到的时候，但是人生地不熟，去到抖音，你看仙佛就打帮帮忙他，哎，拆眉蛋的皮吧，白花蛋的眉牙关啊。那我们只是听的是传统嘛，对不对？那后续听的这个版本不是传统，是我们佛堂有一个范讲师，他已经70几岁了，他当时他还在重修堂。当下子的一场点到，你讲我们不小心不要在德隆人上人海，还是爸爸他点不到，不是得奖恭喜吗？他就讲恭喜嘛，啊，他就是起身我转着走，啊，然后等一下，张三，你乖嘛，张三啊，你乖没给你啊？一个拍他啊，点完到里面也乖啊，我的范讲师底下当下子你亲眼看到。他把这个地址告诉后续，就后续讲的版本不是传闻啊，是他亲眼看到的转述给后续，这就是显化。后续再举一个例子，黄金黄铁的师太很有名，
他开到民国三十几年，然后他我们上面可以打下黄金英黄铁老师，他的故事也很精彩，而且听他的故事很催泪，如果你想哭又哭不出来，你感觉抱歉，他准备好面子的话，是 Lonnie Moore 的一点到底下去就开悟，一样是只要是点看到开悟没有啊，大概点到点开悟，或者问他给你要请还有什么开悟公子的告给你了，今天点完到明天开始每天六点来佛堂找睡觉，一千磕头哦，磕完电佛堂就有早餐了，电餐的时间别人找每天招呼妈妈，只要是有点就注意到他怎么老板看看光妈妈的给你了啊，就你从佛堂走回家要多久来猜一下，对啊我停工就六个小时，哎，六个小时什么概念啊，暗时十二点一段里面刚出门呢，走六点你走到很长呢，早点想磕头一人买一只鞋一人又走六点钟回去家里帮爸爸妈妈都忙完了，九岁的小孩不可思议哦，然后呢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小孩梦中是释迦牟尼佛来跟他教书，教了好几年，在尼泊尔有很多的小孩子梦中哦，耶稣基督孔老夫子哦，孔老夫子哦，孟子哦，一个大神，真是不可思议。后来黄金王讲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有一般法会，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嘛，因济公老师的平台就请教请示济公老师，济公老师的慈悲就转述就讲，既然这些人呢、啊、都是以前都是五教圣人的弟子。成儒啊，释迦牟尼跟弟子讲，我们修半道，修道，要修什么道？修菩萨道，不能修罗汉道。但是呢，大家都会修罗汉道啊，你相信？为什么？罗汉道嘛，我敢告我儿啊，我不要犯规了，我守戒了，我不要犯戒了，我把自己顾好就好，叫做罗汉道。但他不是究竟吗？他不是究竟吗？究竟的话还是要菩萨道，菩萨道跟罗汉道的差别在哪里？菩萨道要牺牲，要奉献，要去度化成全他人。这四个名字听起来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困难。牺牲奉献，你看前人辈抛家舍业来台湾办道，这个你看我们现在点的是很多前人去国外开办道。抛下舍利去了，一年才回来几次，牺牲奉献，很多点传师为了盖佛塔，都去改观，都去闯，对吧？是要牺牲，要奉献，要时间，要金钱。你去躲了，到还好搞，要苦口婆心呢，要苦口婆心呢。观音告诉我们要回轮转，不能苦口婆心，还是要搞。那前往大殿就报礼仪。新专利来法会呢，那么新专利像进修班呢，啊，那去南岛，你敢跑去薯条串香蕉去吗？你买点水果吧，买个饼干嘛，买个蛋糕嘛，对不对啊？是啊，要去做这些事，所以呢，家长他们就不愿意修菩萨道，现在又高又难，这种看不起，这困难的感觉，我搞个高傲的，然后他们死了不到。回去了，哇，进不了南天门，不是就近了，所以他们就必须还要再来。那他们聪明，他们等，他们知道有一天会白羊子，一贯道会普传，他们才要来。一世修一世成嘛，你看懂？现在是不是一世修一世成？你光从德就好，从德已经有多少人给禅师讲师变仙佛了？还会来跟我们结缘的，对不对？最近还又来了新聘会哦，他们就吓了。他们更聪明的、厉害的地方是怎么样？他们不要去美国，也不要来台湾，他们要去那些什么印度的、尼泊尔那种很穷、很困苦的地方。他们知道有一天点完师会走到那里去，只要等他点完师来一点下去，他们就开悟。那为什么不要来台湾呢？
你看，看咱，咱三十困难有没有？让柴米油盐酱醋茶困扰了没有？他们没有啊。那种阿萨姆这种那种尼泊尔山区，他们严格来讲就是那像台湾早期那种40年代50年代的单纯，对吧？但是一点下去，人家就开悟了，就开始修观道了。9岁点到10岁开始住了。现在一个华严讲师。一个华严讲师，人家一个 COVID-19 期间度化了18808个人。COVID-19 要不要点？那是需要的，因为日本人躲还要躲一遍。COVID-19 我们在干什么？那3年我们在干什么？那个电话是讲，电话是讲叫人爱办多少？无人在给你给你，现在 COVID-19 他讲嘛，无人要来学堂啊，无人干，完了。你看那天尼泊尔的前世的讲师，或者刚才讲这个9岁的孩子呢，长大现在30几岁了，他后来是第一名公费留学去美国当医生的，后来美国那一边很高很高，是年薪几1000万那种美金那种等级要请他，他不要，他又回到尼泊尔来服务，因为他是佛堂的小孩。那如果假设他今天要走佛堂？可能又不一样哦，你可能有你的钱啊，你就变成留在美国了哦，你就变到美国啊，美国一年能领1000万，你看领1000万的美金啊，我为什么不能去美国？结果你那还回去了美国，那仙佛的印象是我很伟大的，然后这些仙佛的帮助啊，我想我希望你可以相信仙佛，然后赶快来投资道场，不是这里骗死自己。骗死自己，来想象骗死自己。有一天，后雪跟刘老师在聊天，啊，刘老师告诉后雪哈，说，我说你看，这把你告啊，你告啊，牛啊。宠物狗，你们知道了吗？那高爱婆的，高爱婆的，去爬山是难得到的。阮家隔壁是个阿姑，她年轻的时候很像狮子，阿拉布拉多。她的妈妈从一个石头，把她石头，她跟一只狮子一模一样。第一次看到她，我吓一跳。我这是开玩笑，你几个傻呀？我一个无赖，谁拉布拉多？他去年死掉了，一只狗死掉了，他妈妈，也就是阿姑妈妈，花了40几万。那一开始口腔溃烂，开刀花了10几万，他那个拖，也有血，他把死去了，我来说，所有的行程跟诊都一模一样，看时间，看地点，可以走。看火，头是二是三是安尼哦，哈，还佫火哦，火炸，佫去塔，佫去不塔，还是十几万，不可思议哦。阿布还没死的时候，他妈妈因为没有空带他，请人家开车子来载他，2个小时4000块，带着阿布去，比如说去。一山上是硬汉人啊，伊都要拍照，爱甲翕相，去翕啊，跟人徛伫妈妈遐，两个人心情好。阿布一届来叫西林窟，摄到一届都5000，宠物狗怎么样？现在流行，他为什么？也是问他说为什么？你知道现在那么多宠物狗啊？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个新兴行业，以前有没有？没有嘛，高大上没办法会有，对不对？现在才有，因为天使紧急的，真的可能是老鼠洞，可能是讲的是我会的讲，有很多的修道的，就是我们让只修不办，只办不修，只修了一半的人，修到不完全的啦，哎，一直懂吗？那死去了。
那你变丑猫丑狗，那个叫做夸张。这个话意义深重。阿娘是讲讲，阿娘是真的啦。我是跟你爸爸说，阿娘是我是认真啦。你们知道那个寒山拾得吗？拾得是寒山去捡回来的，一个小孩子十几岁的时候骑着老虎啊，对不对？对啊。然后他都爱跟动物玩。有一天呢，国清寺里那和尚在开会，他跟那些鸟在外面玩的，哇，很开心。是啊，然后跑过来骂他，骂死的，那师傅就跟他们讲，你们知道吗？那一条鸟，你知道它是谁吗？它是崇德大和尚。哇，这下大家更火大了。你说我北来，崇德大和尚是国清寺。几十年前的高僧大德啊，是我的住持啊，怎么可能是那头牛啊？师傅说：“我证明给你们看，崇德大和尚过来，不，那就把你不，就跑过来了。从你是崇德大和尚，他点三个头，他真的点三个头，大家一片亮。然后他又跟他们讲，还有一个宝光大和尚，哈，宝光大和尚更不得了啊，那是几百年前的，怎样还比这个崇德更厉害的一个大和尚？”把光大和尚过来，都就过来了。是啊，包扎了就干嘛？做掉活货好戏啊，做未来，对不对？是啊，这些大和尚、大修道人，在现做掉活货，天哪，所有的细节啊都被掳啊。这是真实的哦，这不是假的哦，这是真实的。因为或许面他曾经遇到过土地公。是人哦，是人哦，土地公化作人身。那主要是延续了这个故事来告诉后续。所以搞到今晚修板都会来，修一半做掉我的，光修不办，光办不修的，就是用修一半的对吧？凹心体啊，因为你做的部分有福报有功，所以可以享受，对不对？有福报有功就可以享受，所以你看。就要变宠物猫宠物狗，但是你做不好的那一部分必须要受罚，所以你变成了畜生，变成了阿猫阿狗。因为天时紧急的关系，所以把它浓缩在一起，让你可以做宠物猫，做一该大，做一该鸟，你有海料，然后你就可以再次投胎，对吗？是安尼来。这样说你敢后续解释的啦？那我不晓得你们听完以后认为这个说法过不过得去？过得去了啊！所以啊，我们这辈子的修行一定要脚踏实地，一定要认真的落实它，来修好、办好。啊，我讲那呕心沥血的，然后是敢讲，敢来讲。那你可能会宠物猫宠物狗，对啊，所以我们这辈子一定要好好的，一步一小步的真修实办，那才是硬道理。再来说本人，我小时候我是潮州人，是潮州人。刚刚我讲是很可爱，因为我最初我才是潮州人。啊，你叫做潮州人，啊，你妈妈嘛潮州人。你也讲你妈妈差不多，就是光辉的地方。那小时候我爸爸也是参加了，很早就跑步的，因为我妈妈有两四个小孩，啊，我也是最大的，我说六二六三六四六五这样子。啊，我是小时候跟着妈妈求道，可能是国小一年级这样子去的，啊，后来没有去应征，应该是去园里的义勇都求道。阿勇公司大面也是很大，然后只记得去住了三天，他人山人海都是人，他小孩子只能在走廊。那时候有老师林凯穿袈裟，就按他丢糖果，他就穿袈裟，张三啊、李四啊，他就这样丢糖果，很神奇。张三那个糖果飞到张三那里，李四糖果飞到李四那里，飙上起来，啊，大家就欢呼啊、拍手啦、啊。这就是显化，
所以请求到法会人都很多、啊。当时民国应该大概是民国七十年或六九年那个时代，虽然说那时候求道人很多很多啊，他想象太大了，那就只记得这样子。后来妈妈很早死，妈妈37岁就死了，而且是37岁被杀死的。妈妈死的时候就很正常，我妈妈是进球感冒所系的哦。如果没有前面3年的 COVID-19。可能那对死亡的原因啊，所以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我们光会光说不练，我们只会常会说，但是你没有把这一句话的含义、把意思拿出来做，把它做出来，你不想死亡这个东西。我妈妈37岁死，我成长过程里面，玩车也死得漂亮，当兄弟兄弟也死得漂亮。啊，爱人啊，爱死！饮酒过来，朋友啊，伫我面头前，哎呀，好，这么多块钱，看清楚。大热天啊，在一起又找喝水，那气温就来到40度，边界气温多少？哎呀，我是我大去哪？好冷啊！直接就这么啪，就死在我的前面，真恐怖！夏天很热的时候，记得就是家里的小孩、小朋友。如果吃冰，麻烦他不要这样子一口下去了。最好不要吃冰，就好像一块烙的红红的，那地啊，那个烧啊，那这个起的话嘛，就是那个概念嘛。我冰的是一个例子，然后就那个心脏就缩起来，对啊，这很恐怖。活人跟死人就这样子而已，一瞬间。所以呢，真的，人生要把握了，要把握。那我的妈妈37岁就死了，她妈妈死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我爸爸在哪里，因为他找人，我很少跟他讨论，我放在一旁。他以前外公外婆来，是外公外婆、舅舅阿姨在处理我们家事，阿公公哥哥当我爸爸。民国七十七年8月份，我或许国三国三，他喜欢我一点的报下面看那个新闻趋势。以前报纸很多，以前没有手机，没有赖啊，报纸《联合报》《自由时报》《时报》里，《联合报》只能看一些。我爸爸是大票的，伊根本就无机会看报纸啦。伊走落来台湾。一竟然那天把他挑着办，完内残自摔啊，所以自摔啊，然后就去医院挂号，挂完他我就把报纸拿来看，那第一也是看到新闻启示，你说我要死了，真的有死了，所以我爸爸就有回来处理我妈妈的后事，那处理回来的当然妈妈就很注意的细节，对吧？然后妈妈可以，因为是我国二升国三的暑假。民国七十七年8月6号，后来放在冰柜里面放8天就出去。那或者家里我阿公外公，家里24个兄弟姊妹，他为了保起老三，我妈妈是爸爸，所以我有很多的小舅舅小孩，都不是跟我同年纪的。然后就很，我妈妈出去的那天是很多的小阿姨去帮妈妈洗澡，连长辈都来帮老辈服务。妈妈生意要起起受益啊，然后就在那边一起起个，这个年纪要到3岁，哎呀，又不能扔小球啊！你讲我妈妈生了无免啊，这什么概念？你如果有空，你去菜市场买一条山参嘛，五花肉，你给弄回去冰库，把冰备干，你给提出来，你看伊是甜的呢，就是这个概念。我的妈妈在冰柜里面冰了8天了，拿出来生暖无眠了，不可思议哦！是啊，虽然一块大很正常啊，很正常。如果你没有在参加那个社务组，会送一些老钱钱啊，啊，老粉丝啊，老粉丝，你看，做一下后期，然后给他生暖无眠。
然后就在爸爸说：“我妈妈要干嘛没有？”我妈妈就是求大法会，以前是三天，但是我们从求完道回来以后，我妈妈就跟家里人讲一讲沙灾，因为后果是最大的，然后我一想嘛，我要我要去买被，所以妈妈要是煮猪，猪血汤啊，猪啥，好闻起来，好听起来。但是我唔包括看我的妈妈，因为一块肉来吃，从去有印象里面从佛堂回来以后，我从来就没有再看过我妈妈吃过一块肉。所以严格来说，妈妈你求到法会要千口难应，所以是你的福。那生长朋友这个以往上去一搜寻就有很多关于人家在研究一块肉的生长。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是必须要修持的很好的高僧大德长老，几百年才会出现一个，像一位大很正常。或者要讲黄金文良师，他开去澳洲，澳洲的殡仪馆有一天组织的全澳洲的殡仪馆的人来拜访黄金文良师的佛堂，干什么？干什么？一个一电脑失踪，我们是想来研究为什么。这里送过来的人都是暖的，人死要火化，结果我们佛堂送出去的全部都是生暖的。澳洲，澳洲是一个很新兴的国家，很开放的国家，萨满教啊，什么摩门教啊，法轮功啊，那个都是有的，都是合法的。他们宗教之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一说人家别人一到打火把先打散别人，就是硬的。只有我们佛堂出去受过的人不是暖的，这是个很大的情况。那或者我如果等到情况下来，这些人都积极投入修办，所以这个事情我就感到非常感动，所以我想打回去吧。那当然我是在讲这个题，那这个题呢自己有修行在自己说，是吗？那我们就知道这是古月里的下士不能等，行善不能等，就是修办道不能等，这是古老的月里。后学我觉得二年三年我老婆不是我因为我是个人，我可以相信我妈妈，那我先啊，你认为不能等举手一下，这我可以相信我妈妈提出。因为里面有在走佛堂，这句话是孝经哦，佛老夫子在2000多年前跟我们讲，他最后是告诉我们修一生行道扬名，以后世人以显著名，就是孝之重点。后学以前，我对我的人生是黑白，是没有希望的。外在做老做娘子，我拢无所谓。我叫开始啊，我嘛感觉无所谓。我今日亲自用拍死，我嘛无要紧。我今日去吃夜去，我嘛无要紧。我马上安哦，反正就是没有明天的对啊。我是个无所谓黑或者黑白的自己的人。我一直到来佛堂接触佛堂，我可能大致上是在心理智商的时候去读到这一句话。我才知道，或许才知道，原来我只要好好的在佛堂上学修讲道起，我嘴巴不光是短了，我就可以孝顺我妈妈，我就可以跟我的妈妈分享，我就可以对她尽孝。所以，我轻轻的说，按我背后被拆起来，这是或许最大最大的动力，让我愿意留在台湾来学修讲道起。啊，这个我还在吃吗？有人认识，有人不认识。这是不修行菩萨的爸爸妈妈，我们老师都前人跟老父母亲，还跟我们前人讲，舍得一粒沙天药，胜过黄金共苍天。弘法利生啊，功德大，九贤七祖啊，其恩瞻。崇德人，你今天一定要好好谢谢不修行菩萨。你看吗？他老跟他爸爸妈妈。都亲自给我们看的，
如果没有不休息菩萨，我们没有今天。不休息菩萨，你看到他一个公一个千，一个一个千金公，助理天金来在开悟，感动。你爸爸妈妈这样支持他，就这样子，后来就两样隔绝，是不是？他爸爸妈妈没有来过台湾，在大陆还被共产党打压，因为他的女儿在台湾是个名人，是个一官大的钱人，是爸爸妈妈都有灵力啊，都安好，是啊，受苦受难，所以我们真的要很感谢不休息菩萨，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修观道，才能报答他嘛，那个吼。不休息菩萨的功德可大到他爸爸当大帝王，妈妈当菩萨，亲证哦，这是亲证哦，亲证给我们看，视线给我们看。所以呢，后续我想讲，我若买地堡，还是我若买游艇，妈妈若坐袂着啊，我去，我若拼一台细细的可以，大细的较困难，细细的应该较好拼，对不对？我若拼一台较细细的什么线，我慢慢去做。对啊，所以啊，或许才会愿意在道场上留下来学习想办学。好，再来，妈妈死了出去了，然后爸爸又不要我们，又跑路了，这是多神奇的事情，哇，他妈不可思议了。这个拍片一点当然呢，半包半片。你在李某喜也是一系列好生意都办了，那后续就大了，国三、国二、国五、小六啊，好像哇，这一张真正很不思议。然后有求过两次道，国三的时候我是同学，我们班上的女孩子叫我去求道，我就学了。后续的三宝是从那个时候记下来的，国三的时候求道，我就把三宝记下来了，然后那天烧了莲花，三宝就从那天记的。那时候去的时候去了一次两天，也是熬了两天。然后那个女孩子她很漂亮，她像叶倩文那么漂亮。她是告诉我们，恁来求道，阿达提讲的，讲先名做求道，讲恁来就知影，你听出来无？恁来就知影，就这样子。那一天是求道的，前道有100多个，100多个前道，坤道就5、6个。你看她很漂亮。所以呢，那一天说，所有超度应该想要追他的那些猪八戒全部都去了，全部都去了，对吧？然后我就记得这三宝。那现在，你看他现在呢，住在纽西兰，住在纽西兰。对，好吧，就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当了浪子，因为我身边都是流氓，超度应该很多流氓，超度应该。超度也很神奇啊，流氓特别多，修佛也特别多，你要看我们光辉，光辉旁边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一个什么，一个是一个佛寺的，好像名号是名家，我光辉底下是用家，他是用家，儿子发表是用家，我明天我也是，我用去的用家，然后他在世界上很有名。它是个佛教的一个祖师的地方，是啊，但是很冷，所以呢，或许这个自然人就当了流氓，而且还做了老住了。这个小和尚啊，还刚创，吃喝玩乐，小和尚啊，这个也差很多。你莫看，一个社会上的人变成佛堂。或是等于讲，我咧甲你讲，一家伙的，一存钱的中钱啊，啊，你要相信无？家伙的，一存钱的中钱，你要相信无？你有咧听啊？但做这行很相信的，像他就不就会这样子，我怎么相信？眼睛瞪得很大，然后就开始举例，你假日五六日哦，3天2夜啊。两个夫妻带两个小孩子哈，去垦丁3天2夜，你这3万块能够搞定他吗？如果你两个吃较好，住较好，搞不定，对不对？
样的加入，让他续得法会，那两个叫法会，那当服务生一样的，然后传的囡仔够志工老师谈话带，对不对？珠宝店这边好像一般都300，你四个都学1200，1200块啊，来或许来新吧，两天六餐，对不对？有没有早饭？午餐、晚餐，有没有？水果？点心？咖啡？茶？都有啊，对不对？你家呢？你在这里服务的过程，可能跟谁，不管他认不认识，有心大声干嘛？你跟他聊天，或者是你跟点，还是你跟讲师学姐聊天，你是不是过得很开心？过得很愉快，总消费1200块。来，那让我回到前面，你去垦丁搞了3天2夜，3万块还搞不定，够屁心多呀！假日找人做法是怎么？应该待好回家，住的不愉快，吃的不愉快，够补他家的。塞从这里开到垦丁要开12个小时、14个小时都有可能。然后上个厕所，不断就知道上个厕所排队排半个小时，对不对？是啊。你看3天2夜玩下来，玩真的实在是很不开心。对啊，安尼看法就是啊，3万跟1200还差，差价差多少？28000，对不对？28800。惊有得来奖金哦。你若真心惊，因为拢真心惊，又不是咱要开钱的啊。那个奖金啊，再来讲吃素，吃素也差很多。后续我住新庄，我家就是旁边的体育馆，公园路都是海山岛，那是我以前最常去的地方。我比丘底下做这个，那卖东的拢红线，外人啊，做海牌，1个月一个月让我买单买3次就好，买一次单挣5000啊，5000块搞定嘛，我们拿出5000哦。3次单，一个月买3次单多少钱？10万，对不对？我今天我亲口了，我要不要再去海南岛？不要。10万还开吗？新来的，来，钱到很正常，我不会边酒边拿。你给我写板哦，给我写板哦，还板哦，加板哦，3万。因为第一个亲口面而已，每个月。有3万，对不对？很多昆大的事哦，昆大，如果你有听过林学生，台南林学生，星光的总监，对不对？他一个月至少自装会啊，走佛堂之前啊，一起星光人寿总监啊，一个月自装会是100万，一个月买3套做台南做金卡，哎，100万。一共走佛堂当讲师以后，走佛堂都不用了，一个月100万。我每年领赚买7000块，当了口红外销而已，还是够包装面膜，没有的。对啊，安田衣服好像上林雪生讲的，一个妈他连自己都没有嘛，所以大家都记住这条的。他连上班什么，他就是我们佛堂的字。这样子，他就5、6套自己这样子，这样穿，对啊，安尼会重视无？都做些事啊，所以做好了会重视，亲口如数嘛会重视，这很重要。我一个小的兄弟吼，就是安尼吃喝玩乐，那天一样喝水也是我在重庆，他就一样是吃饭、唱歌、喝酒，然后后来去开车。然后开车回来的时候，一个人给我喊抢劫，他拿了一把小刀。我讲找停车场嘛，那小刀还敢画抢劫？我给小潘，我后续很厉害，我从小就很会打架，所以我后续虽然不高，我170，但是我从小到大我打架没有输过。我小学6年级，我可以去打国中3年级的。嗯，这是天生的，这是上辈子带来的东西。
在我们去喝酒醉了，我饮酒醉人嘛，饮酒的世间上大个啦，你不该变。然后我在大陆，我在重庆住醉酒，而且我的前妻是重庆的，我一直吃重话，我就吃重话开始一直骂他，就一个社会上正常的人那种骂他，三字经啊，叫重话十八代经的过程，所以后来激怒了他们，那他们其实是五个人。这边车子多两个，这边车子多两个，但是你看不到这四个人。那过去的时候，后面的人就把我架起来，那地道从这里下去，一条动脉两千万，一条动脉两千万，其实他都卖了，这样插下去拉起来，再插在那这里画下去，就画了27公分。那地道比较严重。那刚刚候选人，医生告诉候选人，你一条动脉就好，你可以活40秒，40秒就屁股就出去了。我们都求过大，就屁股出去了。我们求大的当下，讲解三宝就我们交代的清清楚楚。济公老师借着铁山寺的法，把你加大门打开了。把你身体的大门打开，将来你的灵性要进出你的身体，你会从你的大门进出，对不对？然后呢，假设是要到左边去，用左手把你的门轻轻的推上，就是这样子而已。或许被杀死的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个大仇人，我只是小时候求过大，求了两次大。从国中那一次求道以后，我就再没有走过佛堂，而且我的生长过程，我很排斥宗教、实际、一贯道、佛堂、道场，这是我很排斥的东西。我把我给你了，就这样出去，就在外面看，那一个人长了，那个他爬得快，我全部看到，全部看到。后来当天跑，把我塞到车子下面去。然后因为这一只脚提到那个，没办法推进底撑一下，提到那这个骨盆打，所以这里断了一条动脉，断了两公里。我老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后来呢，他们跑掉，我在想，小时候不是教什么三宝？什么将来会要用？想，那怎么样？因为那是13岁的事情，被杀死的人37岁，时隔24年没有接触过，没有用。我想怎么做嘛，贵嘛，然后来念古诗的人，是人一念哦，啪一个雷轰，这帮老师改变了，今天是这帮老师，我得看什么？看喝水。因为或许以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我的宗教信仰仅止于做庙子啊，后来做殿子，然后他们一辈子连关老爷了，来拜拜堂拜堂，我还高利贷来帮你存嘛，几件修的，我给奶奶做看看钱哦，不知道给哪里，对啊，就是这样子，我仅止于我去拜关公来拜啊，你是不是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他一哭他或许快乐，但是或许第一次看到这种法的情况，是安尼。各位啊，中国大陆大城市到处都是监视器的，因为隔天那五个人就被抓到了，2个18岁，3个17岁，重庆偏远山区的小孩子快过年了，上来伺机抢劫。那法官问他们为什么下手那么凶残？一般哦，这个人太嚣张了，文化性嚣张。你说我们抢了那么多人，我没有看过人像他那么嚣张的，他们把东西乖乖把钱拿出来，而且我还没盖十年，不敢拿过，不敢。
然后去开庭的时候，有把那个监视的关于 VCR 放出来给你看，所以有看一段时间嘛，是一个小时有27分钟以后，人家走过来看到满地的血水，那天重庆三度，吓得毛毛，满地都是血，后一下我，而且身上血都喷光了，然后看着血，看到我的尸体，我大体，马上叫警察，警察来了以后。然后拉出来，我是灵魂在外面看的，把后腿拉出来，然后呢等救护车来，救护车来把后腿放到那个担架上面，那从救护车再去医院，那后面我就不记得了，断片还是那我已经忘了，反正就是没有记忆，然后接下来现在要讲的是真的是。我的前妻讲的，因为警方用，因为对方啊，钱也没有要抢，手机也没有抢，就跑掉了。你知道我死掉的人，他们很怕就跑了。然后警方就用我破损的手机打电话给我的老婆。那我家是在红旗河东，重庆啊很大很大，半夜你就算从一个人，你自己从红旗河沟，你开车开到连江里过来，最后就开40分钟了，他不记得我去。我怕这个人呢，该怀疑，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有诈骗集团，所以怀疑一下，又想着不对啊，不能手机，然后又回拨，又证实以后，然后再跑到楼下去，就是搭计程车，小黄，哎呀，三更半夜小黄也不好笑，一直到。医院来认领尸体，认领尸体哦，你想哦，或者是躺在担架上面，你去医院的时候，医院就用剪刀把我的衣服裤子剪破了，证明我已经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意识，身上一滴血都没有，没有生命迹象，或者把他给爆。我或者老舅医院那个白布打开，是不是你的亲属啊？那看到是老公吗？老公他哭啊。那他讲的，他说后手那个手就这样掉下来晃，这样晃，来担架上面，然后他要把我的手放好，然后会妨碍到他在哭啊，然后手放好，他要继续哭啊，又穿这一只手，要不然就是两只手，然后这个都会妨碍到他，然后他又把手剪好，继续哭，然后手放好，又继续哭，但是你一个人你也没有办法哭很久了，哭哭哭，他哭累了，然后他就休息一下。他休息的时候，他突然间，你看他摸到后腿身体啊，你说外头他愣愣的，就开始摸。他说的，我这个全部都可以动的，脚伸出都可以动的。然后那个时候后腿其实已经死亡，差不多3个小时、4个小时了哦。所以呢，他意识到后腿没有死。你刚刚我不信的对吧？你刚刚一手一心，我帮老公不信的。你拜托你救后血，是这个原因。然后医生是有一些尝试的，他跟他讲，你老公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意识，死了4个小时。正常的4个小时已经开始出现那个抽搐了。对，我老婆跟他讲，你硬把他拉过来，那证明给他看。中国大陆的重庆说就不用讲什么一贯道啊，生暖如棉的，这个没有人知道。拿棍拿过来，然后就开始把我的身体给他看，哎，全部都可以动啊，是啊，全部都可以动啊，脚啊、手啊，全部都可以动啊。医生也吓一跳，为什么这样子啊？为什么这样子？他自己也不知道。然后他就告诉医生说：“你看，他说你看见我老公的，说你看那么帅，你看像不像个死人？”真的，你看，怎么样？这个是后续，这个是一个姐姐的啊，那像个死人吗？不像，还在笑的。就是我刚走佛堂的时候去社会组，我讲我还没社会组，我讲社会组我那个过敏而已，因为去一干三个人老婆心里阿妈，他们看他，对啊，我看一个球，阿妈把一些比较小的盖，然后我拍照片。是这样子，还在笑啊！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医生觉得后续的
这样子很奇怪，说就按旧看看。那大陆是没有健保的，是要5万块搞个莫凡果凡的人民币啊，要开卡是卡，然后把钱储进去，有钱才可以救救你。大陆是这样子哦。啊，我爸就开始去看了，他们都叫了上级，他们到了亲戚，基本上都在江北。我在的地方，那个临江是在李中区，在李中区，然后让亲戚送钱过来，资金到位，存进去了5万块。死了超过6个小时才开始救后人。至于这个救的过程怎么样，后续已经没有记忆了啊。而且再次看到的时候是在中枢病房里面，也是在上面看的，在上面看。那张记忆是在重庆的中枢病房，也就是高海拔，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台湾是1000亿的人嘛，他们不是，他们是像停车场那样子。哦，看到是三排，只是一床这样三排，然后看得到自己，看得到别人，就会看到，那每一个旁边就后面就有仪器啊这样子，然后看到第一那个，就是有第一次啊，因为那个时候在上面看看是没有空间感、时间感，他就只能看而已，就只能看，所以就是不及刚的了解这样，啊第一按的跑出来，那抢救。抢救来，医生护士过来，就现场就拿手术，我来抢救啊！就不管怎么就是没有用，那还是一样，一样，那死的，我就是让他死掉。或许他刚刚讲，我死掉之后我就出去了，让别人没有。后来七组全部跑掉了，有两个小护士在那里整理现场，在重症病房里面死人是没有穿衣服的。只有一条那个白色带到这里，就不管往上拉人，就这样子。然后整理他的大脑，看看整理现场，然后很神奇哦，在最底下的比较出现一个大大的黑洞，看牛头马面就从里面走出来哦，直接把它弹出来。你看，那得看细节，你知道吗？然后也没有经验啊，一直不怕被打飞啊，也打不赢啊，一直不怕打出来啊。那你怎么打开那个死人的前面的时候，还背啊，手部一甩出去，那一瞬间一条血液出来。那个往生者啊，死掉的人，他上面才有人的形状全部出现，因为他练着，然后就往后拉，往黑洞方向去。然后就在这边看，我才反应过来。古塔贝啊，黑白无常的，他们是勾魂使者嘛？他们来的时候，那个人贝啊，就是存那一刹那哦，才有一个人的形状出现嘛，跟我们不一样，我赶快了，他们拉走，或者才反应过来，我怎么办？我变了，我开始在慌，我当你很紧张的时候，你会用你的母语去讲话，我是中国大陆重庆嘛。我开始，我对我很紧张嘛，拜托，我求问啦，我求问啦。我讲的话是我现在讲这个话，难道因为来意哦？我说我求问啦，拜托啊，你还逃的，你你看啦，我只要你看到我，你还逃的，来啦，进来，拜托你啦。哎，你看到我，我可以讲话，爱的完成后续，后续成绩都甲讲嘛。我对你来啦，你卖安尼啦，你还逃来找我，我对你来，我对你来。不理会后续，那是行的，你还是在办公务、执行公务。当到那个黑洞的时候，都不可思议的时候，他们转过来，因为后面在这边看，我是看到他的背影，他们两个人同时转过来，眼睛跟眼睛，就这么看着后面下来，就转过来再看了一下眼睛哦，立我手印王冠。立功守命无惯嘛，而且你在当下后续，我多欢喜哦，给恁听无啦？来，吴桃妹也是我南岗人呢，刘德马妹是南投人呢，你搞我立功守命无惯，那是不南岗因为台语啊。你想啊，我在中国大陆的重庆，我
周边都是讲四川话，你有无听得出？台语是南台语，台语你无属于我管，你知我无欢喜无？到底嘞，到底嘞？管你在做老板，做人不能讲到底嘛？到底嘞，到底嘞？啊，他们都不明白要选就落地关了。第二次又看到死人的时候，又人死了，一样的过程。人死了，我是不老表要来，啊，怎样不来？各位陪同，要来。我开始搞好，拜托拜托安尼啦，平平当当的，对不？平平当当啊，无你嘛，搞我看下，搞我迄个哪吒过来哦。我而且你来，我跟你讲，啊，你不管我怎么喊他，我要跟他们转身，反正他们就不理会后水，就一样打人拉的，赶快被杨树阻止，一个人是拉的，我转。惯着，进来呀、啊！他们又转过来，又看着下后女，又是在眼睛看下来，都赶紧放地锅水一锅过来，我三分给他赶紧处理，赶紧哦，那赶紧赶紧。哦，很多声音呢，我白白浪掉了，卖了，就不理了。啊，我而且是不能动的，你一个人你不能动，不能干嘛？所以你会害怕，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步。但是，我为什么会所以关呢？我唔知。哎，我搞到第三天回来搞所以，这更奥妙，他就这样子。好，第三次要死人，后者不管怎么喊怎么叫，他就是不理会后者，来把事情做了走了，他就这样子走。我在重症病房四天三夜看了七次的死人，一模一样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还不是道兄，我没有走佛堂，我没有接触过真正的道场的资讯，或者是道场的教育训练都没有，我不晓得。来，老师来讲，仙童的世界是没有文字跟语言的。仙童是以心印心的，文字跟语言是人类发明的，所以没有我还有另外一些，对吧？还有我爸，还有不一样，这是人类发明的，是啊，神还是恐龙的，还是把那个 APP 丢给你。我自己本身是我的母语是南方英文翻译 ，APP 我自己丢过来，我自己解开，翻译就是南方英文翻译。你个人，你个人刚出也要去天堂去地狱的，喜欢洗脚这就是的，金光主持带他去天堂地狱，一住也是一个人洗，对不对？所以我就有换沟通啊 ，APP 丢给他，他自己喜欢洗脚洗两圈就去美国的，他母语是英文的，所以他自动翻译是讲英文的。日本的假释先生，你看我们天堂地狱遇到的时候都是两国。对啊，就是这样子，其实没有什么很好解释的，就像眼睛一看，他想跟你讲什么就讲什么。所以啊，我们心念很重要，你时时刻刻不要想话，你想，整个宇宙都知道，宇宙都知道。对啊，这四天三夜七次的死人，全部都是这样子，一模一样的东西。那是印证了什么？我们求道的时候，三宝讲的很清楚，跟空讲解释的很清楚。我们的灵，我们的肉体大脑是被点亮，是打开的。我相信在中国大陆重庆那一些人，他们是没有求过道的，所以他们等到没有从马路来，他们灵性才放离开他们的肉体。牛头马面黑白无常，他们这些阴间使者，他们的使命，他们是勾魂使者，他们哪有办法把你的灵性叫出来？对啊，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像这个是，这是很多人问后学，为什么我都只看到牛头马面了？那我不知道，我去问你，反正是德智跟后学解释，你讲那。
在地球来修行。那会因为你的功德什么，会一直正，如果一直正，你就往上升；那一直负，一直负，一直负，你就往下降，你就往下降。对啊，那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将来死了以后是三恶道，第一道、二恶道，对不对？那就会是牛头马面来带的，是这样子。那至于牛头马面长什么样呢？就是长这样子。我是台湾人。相由心生，对，你记忆里面 的生活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如果你去问一个韩国人，你去问一个欧巴，你的阴间是人长什么样，不是这样吗？你是穿西装干的不大，穿欧美装。你如果有看过《与神同行》，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是啊，日本人的阴间是人也不是这样子啊。再来是黑白无常，这是很多人问说啊，你哪不怕黑白无常？不然不然牛头马面的是安尼来，所以你这样子。他表示说黑白无常啊，是一撮那种无功无德的、啊，这种人社会上很多。他白白来的人世间，你看，结果呢，伊讲啊，我人都足好心的啦，我这世人也无害啦，阿妈安怎会现做得来啊？阿无害啦，阿妈做过什么好代志？啊、我家己就无够用，无够钱，我哪是然后管钱啊？哎，上哪少上最多了。结果呢，白白来人世间一趟，他死的时候黑白无常会来带他干什么？去地狱报道，是地狱不是地狱哦。报道啊，你查啊，什么都无啊，签名画呀，继续再回去再当小兵，不起来。再来就是不是真的。我们来人世间是在修行的，你不是往上升，就是上去嘛，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信我，信我，这样子跟我讲的啦。再来一种，铺桥造路很多很多福报的这种人，但是他没有求道。比如郭先生，他不是买了疫苗吗？给他人用吗？他不是有很多基金，会做了很多善事吗？那如果假设他今天没有求到，他死的时候会是痛苦的，还是沉默的去带他干什么？想气天仙，我们信佛是这么想的哦。气天仙有什么资格可以当气天仙？忠孝节义，你有做到这五项，你就有资格把它做到极致。你可以当做气天仙，像那个剪桥英雄。这个在网络上很有名，蔡长卿、蔡子武那个剪桥英雄求道心，是二战时期那些开飞机为国捐躯的男的前辈，他们都当气天仙，然后他们去透过蔡长卿、蔡老师的弟弟来求道，是啊，他们也知道气天仙，气天仙干什么？到哪里当大隐神啊？三百年、五百年啊，就这样子啊。但是时间一到，还是又要再重新投胎来。凡间啊，他们知道不是救助，所以他们想要求大，就这样子。你们可以去搜索《剪桥英雄》，那或者是像我们比较认识熟悉的是谁？郑成功大师，他守了光辉那块地守了200多年。光辉盖好之后，老五问他有什么请求，他说他只想求道。对啊。老五答应他，但是你知道他度化四万，先打扮住到度化四万的人才能求道。还有他的功德增加20万，你往光辉大门，你进去左手边，这个郑成功大仙怎么样？这个有纪念碑，气天仙都要求道。我们人。唯一赢过气天仙的地方就是这里赢他，他们还要去有很多人，韩信大仙、韩信南天山贵老师啊，贵南极老仙哦，对啊，你们不用了，你的隐私跟你讲的当下，然后传给我一个，帮我 get， 然后你摆个当下，你答应他，你就能求到了。现在功德会好像，当然了，功德会随缘了。
现在基本上都是300、500、1000对不对？你认为到了，只是我们回忆过去的现在，所以呢，你有可能觉得，哎，这道很不尊贵啊，你不会去珍惜它。真的，如果你知道七天心都要求道，你就知道这个大道多么宝贵了，多么宝贵。真的，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这一世的能够求道，能够修办到这个因缘，这是一世修一世成。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认理实修啊，不想那个去把它抓好。哎呀，做足一好代志啦，无求道，就是无去开一个秘境来学头吼，你谈钱安怎谈是啊？你变秘境啦，你知道？因转化，所以才想到。后来咱信的是这个嘛，就是后来死掉之后也去看到他。那后来我接触道场这十年，也听过很多次修行菩萨的，还有些白石师弟的也是都有。因为毕竟我们是他们他啦，我们这些前人辈的直接的弟子，是吧？什么情况？来，这个是将军的。后水就用这几组照片来做处理啦。这是将军，现在到底看哪个将军？一莲花的将军、三颗星的，或者是霍将军、一莲花的将军、三颗星的，他是个将军，他出门是有学路的，他出门学路，三颗星一样是有学路的，他不能乱结定干什么？他来考察，考了我们道场5年，又才求道。那他一求道就很积极的投入修办了，他因为他是讲经说他很好修很好办，那现在已经两个佛堂，对啊，他大后水讲师，大后水没有几届，好像2000、3000而已，对啊，那这是黄光伟、黄三军跟就是刘将军他有微信感应到，我们是那个新庄二组的成员，我们同样后水点老师，他的讲师是刘金典、刘金，也就是后水现在点老师。对啊，我们是同一个佛系列的佛堂。啊，这个是彭家彭经理，美国 NASA 火星实验小组的首席工程师。然后联想用这张照片来讲，为什么？因为站在他旁边。但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啊，登陆火星啊，登陆火星那个小组的。首席执行工程师的，首席执行工程师，对，他跟他们讲，很多人都听不懂，对然后有为什么想用他来跟大家做这个会来做？他是基督徒，但基本上从应该我们从小就开始走过了，对不对？他爸爸爸妈是深基督徒，他是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妈妈走教会的。他是到大学的时候，台大，他从小就聪明，他看就懂，所以他是第一名。他说东西，他跟后水讲，说东西他在一方面就学会了。对，他读台大的时候接触到一段道，然后接触陈炳老师，就他的老板是炳老师。然后他老婆跟后水讲，他是三进三出一段道，他是个科学家，科学家做事情不是随便做的，也是要证明哦。证实这个东西是真的，他才有办法相信哦。科学家每一个公外人来都有啊，就这样子。你看，一个深基督徒变成一贯道的点传师哦，连他爸爸妈妈现在都是讲师，深基督徒啊变成讲师。后者想表达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这个道，不争，理不争，天命不争。你想，加三颗星的九宫，加四颗星的九宫，这种人物，这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他能够走进道场，而且是我们点传师哦，他不是一般道亲哦。如果我们今天一贯道是假的，你说这个有可能吗？不可能啊！在道场上，很多的博士。很多的校长，台大校长，
政大校长，对不对？很多的将军，很多社会上的贤达人士。所以呢，这是什么？我们道真、理真、天命真。好，来讲旁边这个浪子回头，候选人。我因为我的职场的关系，我也度了很多以前阴暗恐惧，只要有听候选话的人，都真的翻转命运，改变命运。因为走到啥，我其实我人生按五遍变彩色，我按无赚钱变赚，变赚钱。你说这个出来，我就很自然会有所佛堂，所到场。你说你比较是传统经的那种，会讲两事情是太强势，我两个东西哦，变两个，我一个变东方，一个变西方，一个变东方，一个变西方，是啊，就这样子，是啊。然后就走佛堂，我也懂得感恩心，我这边听说的，我这边你当时老你当，我讲我等你两天，你等你。我们依照我们的呀，一般人从中就卖些一件的事情，觉得不有苦。我既然懂得感恩，我感恩让你也感恩，我几乎都上来了，就是我上来分享学习，回来就我也得来说，我容易卖一卖些假的，就是形而上就你懂得。我现在跟这样的人，同样一模一样的这件事情，如果在我修办到走佛堂之前。今仔日若请安尼去无用，啊！你伫面家做了，你嘛若是时时做恁长，物件拢无加洗无加穿。我若回来，我就甲讲啊死啊！我来讲，我会甲讲做人做事是安尼嘛，你都无手无脚。另外，你面家出好，你至少你嘛爱收拾好你啊，物件收好你啊，然后等。如果我没有走佛堂，我来讲，我是这样的人哦。我走了佛堂以后，我懂得感恩，我懂得惜福。我甲我讲，当你行人完了，你做你个自修，做你等，物件拢卖甲我说，我表示我佛堂完，我要回来洗啊。跟上十个之前有没有差别？有啊。我甲你讲，你我动作就歹听，人变伊会晓依靠妈妈，会买东西给妈妈吃，会等于摒扫厝，会等于煮西餐、内餐。这四人几十块，那二十几岁一直到四十几岁，没有做过这些事情的人，竟然在家里开始做这些事，感不感动？感动。对啊，佛堂是对的，佛堂是好的。那如果你感到不够震撼，不够强大，马仔开始又去搞花艺术了，搞花艺术了。你都后学的很大，你只要有那种有感。你就觉得度人很有成就感。现在你讲我妈懂啊，跟一个拍个变好听，一个拍啊，一个拍落，然后变小好听啊。你做干嘛？真的？哎呦，你要把我们自己做好，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做好，比较好不懂啊。你看他们度人，像文章，那个好像是三条鱼，那三条鱼就是我的细，我的少，我不是只问你细条鱼少。所以我街坊邻居我度了很多人，我面当我的客人，我现在店里面我的客人，我一年度了100多人，基本上80%从我店里面来，一万的讲评论很高，我也越来越熟，无论是去，我去 Seven 买咖啡，喝爱赖，你那边搞什么？你搞什么？然后我突然地震过来了，我说。阿伯对你没有意思啊，所以只有这个意思。只有一个是小妹妹啊。我阿伯是说，我慢慢我到家里，我就说我要两杯热美式啊。啊，不是我从家里到这里你煮好了吗？我就拿着就走啊，不然我们自己被开发单怎么办？对不对？不对，对啊，经验少，只有耐人，还有加耐人的度人，就那么简单。我时时刻刻想的东西都是度人，同学们。就是这样子，佛堂我是有熬夜，我就跑去做，别人不做，我或许就做。那你应该想什么？应该想什么？眼睛该怎么对吧？人亏天无，然后呢？以凡养胜，无胜凡不胜。后面讲的这些话都是我亲证的，我这样子一步一脚，这10年走出来，印证出来。你听啊。
佛堂里学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把它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就看到没有那么困难，也没有那么复杂，然后够改毛病去不去啊那个，改毛病去不去，啊，都得拿拿上，但是想不到度化它，那么多，啊，不要多人去来解释哦。我刚刚有时候看到嘛，因多些人讲话是浪子回头，所以也比较好度，是啊。我看那时间已经超过了，讲不太多，就这样子。那就是后水的店啊，如果讲后水的话，这个梁家素食，哎，还不一定，梁家素食就是还能讲后水，哎，还代表有机会让他后水还能在。这上面你都可以找得到，或者是我在后水，他也是有空可以来，因为我们比较近，可以来后水店里面坐坐。那还有最后，如果你想渡人，你不知道怎么开口，怎么讲水，好，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偏远啊，喝水的嘛，特别可能应该啦哈。你要渡人心酸啊，你哪唔知咩人讲，喝水来讲。你敢去？你约他带他到后水店里面来，后水不是叫你消费啊。如果你今天是要渡他的，你要让他开法会，让他进班的，你传来外呀，后水帮你讲，后水请客帮你买单，你们两个就负责吃，冰，后水来动，我动，那你哪个买单？后水看，阿德，那你要传来，后水绝对有把握，给公告还愿意收到。愿意开导会，愿意进班。后水店里面已经帮助过很多的讲师前学，在我店里面成交了，就是一次的。公共啊，当然不是后水很厉害。我的点方是进来在想，当一个普通的讲师工，比较转好多，不然根本是完全空出路的呀。他转了，越大力大，你的越有多大，老师的助力就有多大。他说：“不是后水厉害，是后面的那是亏死你的，你知道吗？对，是啊，就这样子啊。餐厅是讲的不好，不对，不人文的地方，请我吃的，这罪再来祝我们旭德佛堂啊，所有的点单师，他所有的讲师先生啊，我们人才济济啊，大路人才，大家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谢谢。”信心非常
物件。求道的好处里面有一项，就是什么？改毛病、驱离气之外呢，还可以改变你的命运。所以我们要讲师傅真的就是用求了道，他只是叫三宝哎。他求了道之后，他遇到那么大的危机的时候，他还能够想到那个三宝的运用。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然后呢，一事修一事成，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用我们今天在有这个机会能够再到网上学修讲法，而且我们有这么多的同修可以在一起那个学习啊，真的是非常的难得。然后呢，那个在杨梅有一个华德国堂，在上个月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班员也是高中生，那个家长啊，他是为了要成全家那个高三的同学，就鼓励他去上课。然后他去上课的时候呢，他顺便呢，因为你知道吗，高三的同学现在不是大考，都是很多活动，所以呢，他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所以呢，家长为了成全他，所以就把博尔的同学弟弟带去。然后呢，这两次，在上个月上课跟前，一月、二月上课的时候，那个弟弟就比姐姐还要认真，就那博尔弟弟很认真。他呢，那个上课的时候呢，他就是正襟危坐，我就觉得很神奇，这个孩子怎么乖的？后来就跟他聊天，后来发现他跟我们分享，他看到了什么？我们等下是常有讲嘛，哈，我们在佛堂上课，有跟着来上课，有对不对？那个同学看到了，那个国二的同学看到了，他看到他刚去年归空的那个奶奶也来上课，然后回家的时候呢，他的分享给他姐姐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在座各位，我们跟很多很多的那个道真理跟心印真，就很多的事件呢都在我们身边都要发生，所以呢，我们要借由这个机会呢，要好好的给他学修讲办。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就要好好珍惜，不要等到失去了，然后再后悔都会来不及。而且这一辈子可能就只有这么一次，我们没有办法像那个杨小春说，我第一次死掉之后，我再来回来跟你分享说那是什么感觉，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大家说好不好？好。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各位杨讲师。我们直接翻过来。